好久不见。嗨，好久不见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过得挺自在的吧？我知道现在的你，恨不得我马上消失在你人生中。你想要的自由，我会给你，但你得先把我以下的话听完。有段经文我书记在心，以西结书25:17，正义者之路被暴虐之恶人包围，以慈善与善意为名引导弱者，通过黑暗之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照应同伴，寻回迷途羔羊。那些胆敢残害荼毒我同伴之人，我将向他们大施报复，到时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通常听我说过这段话的人都会倒大霉，不过我却从来没仔细想过其中的含义。但是那天的事让我开始反省，也许我代表正义，而你是恶人，或许是我生存的欲望保护我通过了黑暗之谷，或者是我在保护你，做正义者，对抗着邪恶的世界。听起来不错，但是也不对。事实是你是弱者，而我是暴虐的恶人，但我很努力，很努力，想当个慈悲。